你好，我是 Brian， 欢迎来到我烘焙厨房 BrianCuisine.com。今天是我们原定拍摄食谱的这个时间。那整个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十月份已经算是正式进入了秋天，特别是在这个礼拜，我们家里附近的这个枫树非常的漂亮。所以在进入厨房拍摄之前，我想利用时间带着大家来看看这片漂亮的山林景色。让我们出发吧。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这个山林的散步。接下来虽然不晓得什么时候各位会看到这一支影片的拍摄，不过我想要推荐给大家，今天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戚风蛋糕的做法。那今天要做的口味是摩卡戚风蛋糕，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厨房，一起为各位示范如何完成这份蛋糕吧。 Let's go。那摩卡戚风蛋糕在口味上，如果各位有喝过这个摩卡饮料的话，应该会知道它就是由我们的咖啡、鲜奶及可可粉所调和出来一种风味。所以在今天的材料里面，我也会用到鲜奶、可可以及咖啡。同时，为了让这整个蛋糕最后这个口感以及湿润度，甚至在弹性上有特色，所以我在整个蛋白霜的打发以及最后搅拌上面都有重要的提醒。戚风蛋糕一般使用都是我们的低筋面粉，那因为低筋面粉本身相当容易结块，所以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先经过过筛。接下来这个动作我们要准备的就是我们这个摩卡的风味，首先就是要我们的这个鲜奶，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两个材料，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咖啡粉，那各位也可以用这个浓缩的 Espresso Coffee 也没有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可可粉。那我们在冰凉状况底下呢，我们先把它大概拌匀以后，我们再来加热它。好，我们现在就来开火加热它。我们用中小火就可以，我们只要加热到所有的这个粉类都融合均匀就可以，我们不用过度加热，只是要这个风味而已。我们只要确定现在里面都没有结块了，我们就可以关火。那关火以后，我们就让它在旁边放凉，待会备用它。在我们的鸡蛋分蛋之后呢，我们就先从蛋黄准备开始。那首先确定你的蛋黄是在室温状况，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砂糖，就是比较重的这个砂糖加进来。那我们先打发大概两分钟左右，两分钟之后我们的蛋黄应该是呈现这种漂亮的鹅黄色。那下一个动作就是把我们这个蜂蜜加进来，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草精。如果各位觉得香草精的味道太明显的话，这个香草精的部分可以省略。然后我们再打发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好，那接下来就是把我们准备好这个植物油放进来。我会建议各位使用就是比较没有味道的植物油，那我自己比较常用的是我们这个葵花籽油。那为了让它乳化完全，所以接下来这个打发的动作大概会需要两到三分钟，直到这个面糊有光泽为止。好，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它的这个乳化状况。那各位一定要搅拌到它这个面糊出现漂亮的光泽，然后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它有漂亮这个光泽的时候，它才是乳化完成的，像这样的状况。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进行面粉跟我们前面摩卡风味的混拌。接下来的混拌比较重要，就是我们要把材料对半，就是一半的面粉，一半的液体混合进来。那我们首先先把刚过筛的这个低筋面粉放进一半。然后我们的前面这个煮好的这个摩卡风味的液体，然后我们用这个搅拌刮刀把它搅拌到均匀以后，再加入下一半。好，我们现在看不到粉类了，所以我们就把剩下所有的这个液体都加进来。剩下的这个面粉也全部都进来，一样把它混拌到完全的均匀。好，现在我们这个蛋黄的面糊部分已经混拌均匀了，下一个动作就是来准备我们这个打发式蛋白霜。这里我要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常用这个戚风蛋糕或说蛋糕的烤模。那这一个中空型的这个活动烤模是我过去在做这个柠檬戚风蛋糕使用的，也是我们比较常用的戚风蛋糕的做法。因为它有这个中空柱的关系，所以它的蛋糕的中间熟成度会比较容易完成。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有点，你可以说它是可可洛夫膜，它本身是有零线的，那它是防粘的。不过我们一般在使用像这样子的烤模的时候呢，还是要喷上防粘，然后撒上面粉。那各位可能问说，那为什么不是说一般我们在做戚风蛋糕的时候，尽量不要喷防粘，不要油脂嘛？这就是我们喷完这个防粘，然后还要再撒上这个面粉的主要原因。不过我今天要使用的会是这一个我在法国巴黎找到我相当个人相当喜爱的一个烤模，它本身也是防粘的烤模类型。不过呢，我待会还是会一样会喷上防粘，然后再撒上这个面粉来做这个完成防粘的动作。我们现在就在里面撒上一些面粉，最后一个要准备相当重要材料就是我们的这个法式蛋白霜的打发。那我们今天使用的是145克左右的这个蛋白，那确定你的蛋白呢必须是在室温状况底下，然后在分蛋的时候完全没有沾染到水或者油脂甚至是我们的这个蛋黄，因为它都会导致你的这个打发失败。那我们就先把这个蛋白部分放进来，然后我们另外在材料里面，今天为了让这个整个蛋糕的口感会有这个松软的这个特质，所以我们会在中间里面加进我们这个酸性的物质，就是我们这个白醋。那如果各位不想要白醋的话，放这个柠檬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就先打发20秒，把蛋白链结破坏掉。现在可以看到明显的起泡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比较少的这个白砂糖一次全部都下去，然后打发到它完全的就是蓬起来，它有明显的纹路，我们再来加我们的白醋。好，我们现在这个蛋白的这个纹路已经出现，我们就在这个步骤把我们准备好了白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柠檬汁加进来。那我们刚才全程的部分全部都是用高速来搅拌，那用室温蛋白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让你的气泡比较大，整个体积会比较蓬松，这是用我们室温蛋白主要原因。那我们就打发到它完全成为这个坚挺的硬性发泡为止。好，我们现在来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蛋白霜是不是在硬性发泡状况底下。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它是相当坚挺的，就是可以看到这种小的 peak 是非常坚挺。那这是我们的蛋白霜的硬性发泡。那我们接下来动作就是把蛋白霜跟我们前面准备好的这个摩卡面糊来做混合。
接下来很重要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混合步骤，把两个准备好的材料，就是摩卡面糊跟我们的这个法式蛋白霜做混合。比较重要是我们把材料分成三个等份混合进来，然后逐步的让它融合在一起。然后在混合的时候呢，就是让它不要消泡，因为这是整个戚风蛋糕能够漂亮的成长的重要关键，所以在混合手法上要特别的轻盈。那我们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我们先把面糊放进来三分之一，然后我们的法式蛋白霜也是三分之一，然后混合的时候手法尽量轻盈，就是从底部刮上来，然后拌进我们的这个蛋白霜里面。好，我们现在的混合材料已经均匀，就把第二次的三分之一放进来，然后同样的三分之一的这个蛋白霜，那这个面糊很容易沉在底部，所以各位在搅拌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搅拌钵的边缘刮上来，而且最好是像这种宽口的搅拌钵。最后一个三分之一，然后蛋白是全部都进来。好，现在我们的这个面糊已经大致均匀了，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检查，就是确定你的面糊是浓稠的，就是我们把它摇起来，它垂落时候会留下这个皱褶，这个才是标准的就是戚风蛋糕的面糊。如果各位在这个时候摇起来它成为过于水状的话，那表示你接下来的烘焙就会失败，就是它长不起来，所以这个动作非常重要，确定你的这个面糊是这种浓稠的半流动状况，然后下去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皱褶。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我们的这个卡模里面，那整个面糊的重量大概有600克，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用大一点的这个卡模也可以，那我今天这个卡模它的完成度会几乎是95%的这个满的程度，所以它在烘烤的过程里面其实会有点冒出来，不过我就是想要它这个完全蓬起来的感觉，所以刻意选用这个烤模。那各位可以选边高高一点的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的这个面糊都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是可以稍微让它敲一下，让它里面的这个大气泡排出来，待会会烤的时候会比较好看。那我们就大概讲，然后也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竹签的辅助把里面的大气泡破坏掉。好，接下来就要准备送进我们的烤箱。那么烤箱的预热温度是我们的摄氏165度，就是华氏325度，全程烘焙的时间大概会需要50分钟，那我们可以放进烤箱的中层或下层都可以，那我们现在就把它送进烤箱。我们的戚风蛋糕出炉之后呢，要马上做倒扣的动作，那因为避免待会我们的戚风蛋糕会粘在这个网架上面，所以一般会准备一个这个防粘的烤纸，然后介于就是蛋糕体跟我们的网架之间，然后我们再来做那个倒扣。然后倒扣之后呢，我们就让它放凉，大概需要1到2个小时，让它完全的冷却。然后冷却之后呢，我们再来做这个脱模，然后再完成上面的装饰。
在我们这个蛋糕底放凉的同时，我们现在来准备我们上面这个摩卡风味的镜面淋酱。那首先我们今天使用的是这个 gelatin， 就是我们的这个吉利丁片。那会使用两片，所以一片两克的话，两片就大概四克。如果各位找不到这个吉利丁片的话，事实上直接用我们的这个吉利丁粉来取代也没有问题，就是总共是四克。那我们先把它剪成段。然后剪成小段之后呢，就准备一个就是可以饮用的这个冰开水，里面有冰块这样，然后把它泡进来。这个泡进来的目的是为了软化我们的这个吉利丁片，同时也把这个吉利丁片这个就是不好的这个味道把它泡掉。然后这个时间大概需要5到10分钟，就是把它泡软以后，我们待会再来使用它。我们现在来融化我们的这个巧克力的部分，首先把我们这个鲜奶油放进来。然后记得就使用这个厚底锅，它的导热会比较均匀。然后砂糖，如果各位前面用的是吉利丁粉，没有吉利丁片的话，就是先把吉利丁粉跟我们这个砂糖混合均匀以后再倒进来。那我们先把砂糖进来。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咖啡粉，如果你想要做这个纯巧克力口味的话，那咖啡粉的部分可以直接省略掉，它就不会是摩卡的。那我们现在放进来之后稍微做搅拌，然后我们就开火把它煮滚，用中小火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这个牛奶部分已经煮滚，鲜奶油已经煮滚了，所以我们就马上关火。然后关火之后呢，趁着它还有非常高的温度底下，我们就是马上把我们准备好的这个巧克力放进来。那巧克力我会建议各位使用这个黑巧克力，就是浓度高一点的巧克力。倒进来之后，我们先让它在这个热的鲜奶油里面大概静置30秒到1分钟，让它完全软化，我们待会再来搅拌它。现在我们的巧克力已经软化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拌匀，让它跟我们前面这个热鲜奶油完全的均匀的融化在一起。好，现在整个巧克力完全融化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把我们前面的这个吉利丁片放进来。然后我们吉利丁片从我们这个冰水面捞出来的时候，就是尽可能把它拧干，就是不要让它有水分，就是越干越好。然后我们就把它一次的放进来。好，进来之后就马上把它拌匀，把它利用这个余温把它融化。然后检查一下，确定里面都没有结块。好，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要加进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蜂蜜。蜂蜜加进来是为了软化它的组织，然后让它这个亮泽更明显，就把蜂蜜加进来。然后同样把它拌匀就可以了。那整个材料现在拌匀之后呢，我们可以让它稍微放置冷却，大概放个5分钟左右。那5分钟之后，我们的这个巧克力酱因为温度降低的关系，它会变得比较浓稠，它会比较容易固定在我们这个戚风蛋糕体上面。那我们现在就让它大概静置5分钟的时间。在使用我们这个摩卡的这个巧克力之前，确认你的这个巧克力酱已经稍微冷却。你各位可以看一下，你把它摇起来在锅边，它会凝固住，那表示这个状态是 OK， 它不会太软。那我们现在就是缓慢把它淋在我们这个戚风蛋糕体上面，这是最美的时刻。然后我们可以淋3次，所以你下的量每次下的量稍微少一点。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今天带大家到户外欣赏这个漂亮枫林景色，还有我们完成这份摩卡戚风蛋糕。它除了在口味上相当特别，最后这个弹性的口感绝对会让你惊艳。如果你喜欢我今天为你做示范，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Enjoy